他有一圈的那个什么狼狼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什么？史大略，在约克夏，哎，哈士奇，哈士奇的，很大一只哈士奇。嘿，没有感觉。猫来看，它是挺适合这种天气啊。好厉害的手套，原来皮手套。这么冷？这么猛？猛。猛，然后就要完全没有。我现在也完全没有感觉。你看，猫它有羽翼。是吧？啊，来吧，尽量下吧。下大雪把我淹起来。他们在哪里？不知道吗？没有。我跟他们讲说带我们去哪里。你叫手机帮我拍一张，拍成我这个样子。我这样拍吗？现在还在拍。现在拍一下。哎。那有什么带另外一个手套？对，包包里面。哦。那全身吗？全半身。来吧，那我知道上去干什么，这样点看起来很怪，没关系，好走走。哎，为什么没有带触碰的、没有带触碰的啊哈。所以他们就穿一件皮衣在里面，这样也可以。哦，好厉害！是我们太弱了吗？好了，小心死角，视线死角。好的。所以我们就不要衬衫，让他们游泳，不是游泳。是啊，衬衫。看不到什么。你就走后面。好多衬衫哦。也还好，只是这个雪会身上会湿而已。它其实没那么冷。对啊，只是跟昨天比起来就差不多。嘿，这跟长得高高的，我觉得你像是领队哈。发到秘密。带一个，做一个队员。对啊，只是后面就有一个队员而已。看我这个是不怕。不怕水的。他们不得怕被水。啊，有可能，有瞄到吗？没有。哎，是雪。那这里看不出来有冰，要刚刚那种地方。对，我就在这边吃炸猪排。啊？这边炸猪排。哦，真的。你坐那一间？对啊。哎，是你坐的那一间吗？是啊，太好看了，只是没有放外面了。这样看不出来有雪，人家雪景，屋顶都还没有雪，它都融化。不够大。不够冷。不够冷。我们这样子也不错啦。
到我那里去。是不不知道。是还好。是还好。我觉得我里面那一件不穿羽绒衣应该也可以。会怎样？我应该也不用穿羽绒衣。对，其实还好。对啊。觉得有点。突然觉得很热，那就把暖暖包拿下来。现在放一个暖暖包，身上四个暖暖包。看到我们昨天的好天气，就是昙花一现。礼拜四还有。运气太好。先往教堂上面走好。啊？我想一下怎么走比较好。好。一样往前。有开呀、啊，是这件吗？对啊，最近有开。可以这样子挤水谁啊哦对啊对啊就不可以我买外面的